还是要补充那句话，你能够做到就好，三十不容易，对，三十超过我十几岁到现在五十几岁，如果夸张一点，应该超过十几年。然后我现在是运动，当个运动员，哦，我没事，可是我都把它拿在那里哈，说明有些姿势，对，讲一讲，开始之后了，坐上去都有一定的坐状况。那现在你都不要想说你该暴力，不能轻易暴力，你先找我，你如果自己想，我再努力自己想，这个不是很难的家，是你如果自己也要，自己如何用出来消解好你的考虑心情，那时候那你一直问自己身上是他们其他的什么那不都本来工作要到达嘛，不都是这里面什么慢慢不行，他不自己不行，不行。